切的大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的荣耀颂赞，耶稣基督荣耀复生彰显，救赎真光万国的盼望，你的国度宝座存到救赎真光万国的盼望，
你的国度宝座存到永远，唯有你配得所有颂赞，献上尊荣尊荣给主耶稣，在万民之上献上救赎真光，万国的盼望。
我们更多的来敬拜你，主啊，因为你配的，因为你配的，我们要尽情的来敬拜你，摆上我们的全然全心。
是的，主啊，我们的心单单的要仰望你，我们的心单单的要注目在你的身上。主啊，求你让我们成为你合用的腰带，让我们就能贴近你的心意。主啊，我们在你的同在中要更多更多聆听你的声音。主啊，求你对我们说话，你来触摸我们。是的，主啊，谢谢主耶稣今天晚上再一次的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主你就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你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因着有你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朝着标杆前进，神你的能力要充满我们，你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你的祝福就在我们的前头，你要引领我们，带着我们去领取从你而来生命的丰盛。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我们再一次的用我们心灵和诚实来攻读主祷文，让我们一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在坐下以前，我们再次将掌声归给耶稣。是的，主，你配得一切颂赞，配得一切尊荣。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以下时间交给慧如姐妹。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的经文有一处在马太福音19章16至30节，请。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
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以上，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消息。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本周林牧师讲到的主题是永恒的基业。马太福音十九章，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双翼敞开小组全面启动，十月份开始，教会已全面正式打开新一季为期十二周的敞开小组，每周配合当周敞开小组的信息，为杂志双翼专栏会有相关的文章分享，欢迎弟兄姐妹们多加利用，并可搭配第二页的每日读经进度作为小组分享的题材。如有需要详细的敞开小组资料，请向双翼干事杜牧恩姐妹索取。在你老的时候有健康的身体，这是上帝最好的祝福。上帝的确要用应邀做你的挽留。上帝牧区在十月十一号下礼拜日中午十二点，在吉藏日本料理餐厅所举办的九九重阳节庆祝的餐会，要参加的爸爸妈妈请您赶紧向副会长郭菊姐妹报名。FM 八九点一频道南都电台天桥之音广播节目，由林宪平牧师主讲的天桥之音单元，在这个礼拜天早上八点到九点，将主讲从贫穷变富有，荣耀丰盛的基业。晚上十点到十一点，真情相遇单元，本周我们邀请李琳娜姐妹与我们分享她的美好见证，有主万事足。十一点到十二点，古典乐心灵鸡汤单元，本周播出的曲目有德国作曲家舒曼以及意大利巴洛克时期作曲家所创作的奏鸣曲系列，邀请大家收听并分享给身边渴慕信仰的朋友。感谢神赐给我们四季更迭，现在正是天凉好个秋。虹桥传道会在下个礼拜五十月十四日的晚上七点半，将在台南市文化中心的假日广场举办秋之曼妙铃声曼陀林音乐会，我们热情邀请弟兄姐妹们全家一起来享受秋之音乐。接下来，让我们以充满喜乐的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林宪平牧师为我们讲道分享。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请向隔壁请安一下，好不好？愿主的平安与我们同在。希望你在请安的时候不要皮笑肉不笑，好不好？
就是真正用你的爱去跟对方请安一下。如果隔壁有你的爱人或是你的太太、你的丈夫，也希望你能够跟他说：“啊，神爱你，好不好？”再说一次，好不好？哎，简直我就是看看你有没有说，你就是说不出来。你说了没有？啊？OK。今年是2016年，是中华民国的105年，那么也是犹太历的5777年，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台湾的基督徒好像有3个年，还有第4个年是农历年，我们有一个年是农历年，还有一个是2016年，还有一个是105年，那么还有一个年呢，它是犹太人的历法是5777年，那么5776年呢，这一年是叫做喜年，喜年的意思就是所有的债务、所有的罪都全免了，我们都很喜欢喜年，在5776年的喜年，是50年一次。那49年一次，所以呢，在去年大概是第七十个喜年。那么今年是5777年，5777年代表着建议冠冕，也就是说，今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混乱的一年，你可以看到台湾的选举完之后的混乱，你可以看到天灾地变，你有没有哈？你看一下这个表好不好？看一下这个表。我真是厉害，刚才小葵那给我一支那个红外线的灯啊，那个，我现在不晓得拿到哪里去了啊，就是这样。年纪一大，他很厉害，他上我有一杯，你大概要一杯10支才会够。OK， 怎么用啊？OK， 没有关系。犹太人的新年呢？这个 Rosh Hashanah， 字面上的意义就是年头。今年年头是10月3号，所以从上个礼拜的10月2号，他们就过新年了。那么呢，你可以看到，那个也是吹角日，那一年的新年的头一日也是吹角日。犹太人的日子是从日落开始算起，所以因此从2016年的10月2号的黄昏就进入了5777年。来，再看过来哈，再看，再想起来。来，5777年就是一个分水岭，将人类导入末世，面对末世更大的征战，让我们领受他的圣灵，彰显他的王权，迎接主的再来。那么在这一年呢，我们要领受很大的圣灵的能力，然后彰显神的王权。你会发现到基督徒要跟我们的主同样享受王权，享受祝福，享受荣耀。今天很多人传给我一个什么？昨天金钟奖有很多得奖人嘛，哈，有10个基督徒，有10个人，6个人得了10个奖，哈，真的是厉害。还有一个人上去之后还用主导文为台湾祷告，哇，真的是被他们打败了。那么呢，来，你再看看下来，好，来，再看下来，好，来，来，5776是犹太人的第70个喜年，这是自从耶稣亚进到迦南地开始算起。那么76呢？76哈啊，既有连结的意思，也是希伯来文中常被翻译 “and”， 就是再加什么这样哈。然后5776是一个连结过去与未来的一年。再来，你看看好来。2016台湾的政权更迭，然后许多事物进入新的季节，有风险也有突破。风险在于两岸的关系，
台湾在全球中的角色。那我们在突破年金、能源、居住产业方面面临的转型，有没有很大的冲击？很大的冲击哦，年金很大冲击，我们的能源也会很大的冲击，那么的居住问题也很大的冲击，有没有哈？那现在呢，我们产业面临很多的转型啊，再来你看看啊，来，那么呢从数字本身来看，五是代表犹太人新年年头时的吹角日。是前年的第五个时期，第五个节气，前面的节气是逾越节、除酵节、处所节、五旬节，后面只剩下赎罪日和祝棚节两个节气。如果由人类的历史角度来看，吹角日代表着上帝已经以角声在呼召人悔改，并宣告末期的开始。也就是说，在这个在5777年呢，神呢要把很多人呼召回来悔改，再来呢。宣告什么末世的来临？宣告末世的来临。那再来看一下哈，那么777呢，代表着什么？七印、七号、七晚。对基督来说，那个启示录的最后面的那几章谈到什么？七印、七号、七晚。那么七印在讲什么？讲到侵略、战争、饥荒、死亡啊，不断在历史重演。七号的天灾啊，如地的毁坏、污染、沙漠化。森林大火、海的毁坏、鱼群的大量消失、珊瑚的消失，你看连蜜蜂都怎样，都消失，有没有哈？来，河流的毁坏、土壤水源的问题、越野怎样越累，来再来，你看一下来，人类历史越到末期，也是教会要更加准备迎接基督的时刻。有人由七七哈这两个字来看那个七七的那个七七来看哈。来看，七与六哈非常相似，被称为带着冠冕。七七的意思是带着什么冠冕的意思？那么再来，七呢是代表着什么？七看起来像一把利剑，但是不能切割它不但切割时间，也把时间原本的世代切割进入末代。那么也就是说，剑是代表着切割，切割什么？切割5777以前跟5777以后切割掉。那么从5777开始进入末世，同时也出自一把基督口中的剑，来，那么77呢是冠冕，那七呢是利剑，再来，那冠冕加利剑是基督掌权作王的象征，因此进入5777之后呢，进入末世人类的历史，将迎接他再来掌权的日子，所以今天的教会应该要更加警惕、圣洁、顺服，让基督的王权透过我们来彰显。那么我一直跟各位讲说，你是神的儿女，对不对？你要跟基督同掌权，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你要跟基督同掌权。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你应当得到什么？得到神的恩典与祝福。你必须把你的过去的所有贫穷啊、软弱的看见都完全拿走。我希望各位真的改变你的想法。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喜乐，是神的荣耀，是神的冠冕。你要常常宣告你是属乎神的。做一个牧师也是常常每天都要想说，我是神的儿女，我应该彰显神的荣耀。这个礼拜有一个姊妹，那忽然之间打电话给我说，牧师可以来到我的公司吗？我就说什么事啊？他就告诉我说，请你来一下，我要送给你一瓶水。哇，这个水我就说什么水？然后你来了就知道了，人家送我们水，然后也不得不去拿。然后我就礼拜三的下午呢，我就跑到他的公司，然后呢，我约他约我2:30。那其实我去台中，所以回来的时候3:30，我在那边等了一个小时，他4:30才回来。然后他说要喝这瓶水之前呢，先要测试一下我身体的能量，喝了才会有效，这样啊。我说用什么测啊？他说用一只电脑，然后也不要摸啊，只要把一根棒子放在我前面，面对着我就可以测出我的里面的能量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很强还是很弱这样。哇，要坐下那个刹那了，我是很喜乐，我的能量一定很强，你知道吗？对，我就坐下来，然后让他测，测完了之后，他用一个怀疑的眼光一直看我，他说把他那个东西让我看。下个礼拜有机会我把它 copy 给各位看，看了以后大概你们会很难过。他说我是一个极度忧伤的人，
我是极度消极的人，我是很会逃避苦难的人，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惧怕，有像吗？然后他又告诉我说，牧师，你只有一样东西看起来比较像你，就是爱，但爱是红色的。哇，很喜乐，只有爱是红色的。他说我是这样的人，只有一个爱是对的啊。那我开始有点心中有点愁烦，然后他开始安慰我，我这个姊妹很会安慰我，跟我说，牧师，旧约的祭司，神把所有百姓的罪都归给祭司，新约的基督是为我们所有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的忧虑、惧怕、烦恼、生气、苦毒，他们的内在的生命都在我的里面啊，所以我就有爱。他告诉我说，牧师，你最好也钉十字架。我被打败。你有没有看到牧师真的有一些不好做，有没有？然后呢，他又告诉我说，没有关系，喝了我的水之后呢，用了我的水之后，一个月你就完全不一样的人。哦，这个姊妹呢很厉害，她就跟我说，乖，来，我就坐在她的沙发上，她就把一般的饮用水呢插在我这只手上一插，然后呢叫我手这样，她很快就把我搬开了，然后呢又把我擦干，用他的能量水把我擦一擦，那放在这里一搬，再怎么样都搬不动。他说那个水在几秒钟瞬间就把你的能量加强到这种地步，你知道吗？然后我就问他说，一瓶多少钱呢？我怕他卖给我东西，你给他公司，你给他免费的。那还不止这样，我说，牧师，你很累哦，喷这个水之后呢，你会感觉不一样。他就在我还没有被他喷水之前呢，他就跟我照一张照片，我这个这个地方是下垂的，很多皱纹，你知道吗？拍下是很多皱纹，牢牢的。然后呢，他给我喷了一下之后呢，再拍一张，我这个眼角啊是上扬的，这皮肤是紧，是吗？很紧的。然后忽然之间年轻，在刹那之间年轻了10岁，有没有可怕？我就一直赞美这个姊妹，啊，赞美是有力量的，你知道吗？我说啊，你真的很棒，你知道吗？啊，我就跟他讲说，啊，可以卖我几瓶吗？你知道吗？他说要送给我一瓶，我就跟他讲说，我这么美，其实已经年纪很大了，教会的弟兄姊妹更需要。他就告诉我说，牧师，这一两个礼拜他要做2大桶送给我们，你知道吗？然后呢，兄弟姊妹如果喜欢美的呢，就拿你的罐子来装，你知道，免费送给各位，你知道。然后回家以后呢，凡是你礼拜天来就可以拿到这个水，都免费的。你需要这个水的请举手。我很失望，广告这么久有点失败，有点挫折啊。我发现到在这个世上啊，其实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脱离了旧造的我？有没有真的进到耶稣的里面？我们常常是不知道的。我们是不是会把所有的啊过去的价值观、人类的价值观放在我的潜意识里面？然后呢，我是不知道的。我真的非常感谢主，就是啊，主耶稣基督成我的救主。虽然我有很大的压力，很多的阴暗面，很多的消极面，但是主就在我的生命的里头，让我呢活得很阳光，让我活得真的很敢面对今天，也很勇敢的面对明天。那么你再看一下今天的圣经节，你看一下，OK， 读一下好来。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跟我一起读来。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有古谏这样写着：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这个人呢，要得到永生。再来第17节，
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有古鉴啊这样写，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当遵守诫命。来，再来第十八节，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第十九节，当孝敬父母，又爱人如己。第二十节，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守了，那还缺少什么呢？第二十一节，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要还要来怎样跟从我。哎，这个年轻人什么善事都做了。我发现到宗教的规范让人都能够去遵守。那你再回头看，你有没有，你问我，问各位看，你看到十八节还是十八节？哎，啊，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什么？跟我读一下：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说假见证。来，再来第二十、第十九，当孝敬父母，爱人如己。你看看这些，我们都做了没有？我们大部分都做了。可是呢，这个年轻人又进一步去说：那你看一下二十节，你看一下好了，二十节。那年轻人说，这一切我都守了，我还缺少什么？你看耶稣对他的挑战是什么？三件事。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第一去变卖你什么所有的，第二个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怎样来跟从我。你看到，哦，那么这个年轻人的反应是什么？二十二节，你看一看。来，那少年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怎样产业很多。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每次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好像啊都在谈到耶稣好像很排斥富人，是不是？嗯，你们听到过另外一个故事，有一个富人跟拉撒路的故事，两个人都死了。那个富人呢，啊，就在地狱的里面啊，跟拉撒路，那个拉撒路是乞丐，死了以后到了亚伯拉罕的怀边。那么这个妇人呢，在地狱里面，然后两个相隔两地，那个妇人呢就一直跟拉撒路说，可以给我一滴水喝吗？因为我很渴。有没有，哎，好像听起来都很排斥妇人，其实不是。耶稣不是排斥妇人，是妇人的价值观是错误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一直跟各位说，你是神的儿女，你必然会被祝福。你是神的儿女，你必然会成为一个富有的人。在这种条件之下，你要知道钱其实是成为神人类生活的工具，也是天国在爱里面的工具。其实它是一个生活的工具，我们绝对不能被金钱捆绑，不能被穷困捆绑，也不能被富有捆绑。今天穷的人呢，每天都想着钱，有钱的人天天都想着什么？也想着钱，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捆绑。这种捆绑呢，是撒旦给我们的捆绑。自从人离开了伊甸园之后，人要努力工作，人在历史上要努力工作，要去赚钱。这个赚钱这两个字，成为我们心中最大的一个致命伤，一个很大的致命伤。所以我们一直想拥有钱，想绑着钱，想绑着钱。你有没有想过说，今天你绑了很多钱，然后你死了之后怎么会上天？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在澎湖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跑到澎湖去自杀，他到旅社，然后割腕自杀，割腕，然后呢，三天之后，你再打开的房门，没有死，把他救起来了。救起来之后呢，他又跑到澎湖的观音亭，然后绑着一颗大石头，然后跳下去。然后结果呢，石头沉下去，人浮上来，又没有死，哎，都死不了。然后人警察把他救出来去找吴道元神父，吴道元神父不知道怎么帮助这个年轻人，就把他带来给我。我就问他说，你是怎么自杀的？他说很奇怪，他自杀很多次都没有死，吊带也没死，枪夹在趴着也没死。他打开他的胸部让我看，他那个枪拿着这样打下去，要打心脏，结果歪掉了，打到别的地方，哎，就奇怪了。然后到澎湖，然后把酒头跳了，酒头顶在人扑下。
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今天你绑了很多钱，对不对？除了神救你以外，你真的会沉下去的，你真的会沉到地狱的里面。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生下是带钱来，然后死去的时候带钱回去的。我在做牧师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姊妹来信耶稣，她的先生没有信耶稣。有一天她告诉我说：“牧师，我的先生死的时候没有信耶稣，最近来跟我说，我信耶稣以后都没有烧给他呢，他在地狱都没有钱可以花呢。”你跟他问说啊，那边怎么？我才发现到，原来地狱的里面还需要有钱，你知道吗？哈，我就跟他讲说：“啊，老妈妈，我为你祷告，求。”啊，耶稣送钱给他喝，送钱给他花，这样哈，我就开始为他祷告说：“神啊，哎，这个啊，妈妈的先生他已经死了，没有信耶稣，啊，你就派天使拿着一些钱让他花吧。”啊，那个妈妈也说什么：“阿门”这样了哈。哎，那个妈妈很单纯啊，就用单纯的方法给他。那祷告完了以后，他很快乐。隔了两三天，我就问他说：“打电话给他，啊，你阿公在催你不？”我讲无呢。过了一个月之后，我就问他说：“干嘛来催你？”没呢。他说：“哦，这个耶稣不上足济哦。”我听了以后真的很好玩，你知道吗？那我就跟他讲说：“其实不是啦，啊，我跟老妈妈说，老妈妈，当你回家的时候，我就为你先生祷告，我就请天使把他接到天上去。你看看地上的、地底下的，都是撒旦的权势，只有脱离地上的、地底下的。”然后进到神国的里面，你才知道原来在天国上金钱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但是为什么神要祝福我们？等一下我会谈，神为什么要祝福我们。你如果没有被祝福，你会发现到你没有荣耀神，你一生当中都活在穷困当中，活在软弱当中，你是没有办法荣耀神的。你再看一下，来，你看一下圣经，好，来，那少年人呢？那少年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怎样走了，因为他的产业怎样很多，他舍不得，他没有办法接受耶稣三个挑战，所以他就走了。你看到，来，再来二三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告诉各位，这个财主的心态是财主的心态，这种心态要进天国是难的，不是财主，不只是财主进天国是难，是财主的心态，真的被钱捆绑的人，贪财的人进天国是怎样？是很难的。那么再来，你看二十四节，我要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入神的国怎样还容易。我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这个针的眼不是那个尖，不是那个尖，不是那个尖干。以前他在说什么呢？说以色列呢，有的城墙有门，那很大的门，门的下面又有个小门，叫做针的眼。那小门，骆驼在经过的，或是晚上。啊，关起来的时候，人从那个小门经过，那个小门，那个骆驼要经过那个小门是很难的。财主要经过那个要进天国，比骆驼要经过那个很窄的门是更难的。弟兄姊妹，我再提醒各位一下，我不知道你在生活的当中，你的生活的重心是在生活本身，在建造一个丰盛的生命，建造一个。非常有想象力、创造力的未来，还是都一直在想钱？你们曾经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再问一次，你会不会每天都被钱捆绑，然后呢，每天都没有创造力，没有想到你的未来？真的，我告诉各位哦，牧师也会如此呢。我早上在发这个红包的时候，今天是重阳节嘛，我们照例都会发。1000块给那些弟兄姊妹，阿弥陀佛，我也发给他们。哎，我在花的时候哦，在想一个问题，等一下啊，花剩下的我要不要还给那个教会这样？你看没有？在我的心中有很多的矛盾。哎，你知道，像这种事情，我都会从心理上再绕一次，到底要不要缴回去？你看没有？啊，缴回去跟不缴回去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放在我的口袋，不是更好吗？可是想一想，不缴回去的话，神知道，你知道吗？啊，我不缴回去的时候，拿钱给我那个仅存，他也不好交账，你知道吗？他可能会写几个字，全部都牧师拿走了，
那就很麻烦。你想，有钱你就会开始动这个脑筋，你知道吗？钱就会让人开始盘算这些钱怎么落在自己的口袋里面，有没有？弟兄姊妹，钱就是有这魔力，包括牧师都很难胜过他。今天晚上我想一想呢，等一下我还是要把它交给锦存，你知道吗？这种撒旦呢，不能够放在我的手中，真的这很可怕的，我赶快把它放在这里。那你再看看他来，你看到来，耶稣怎么说？你看到来，来门徒听见这话就啊就稀奇的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再来第26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怎样是不能的，在神怎样，反正一个财主要得救，在人是很难的，在神有没有容易？容易。这个礼拜我接到一个信息，人家跟我说，牧师，你一个好朋友死了。我说什么时候死的？我前天。我马上打电话给他太太，他太太接到我电话，马上，大哥，哦，你知道他死了？我说我知道。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朋友通知我的。哦，牧师，他死在晚上深夜2:44呢。你知道这2:44是什么意思吗？我不能说。你知道吗？他一直认为2:44，那个四四有没有很可怕？二有没有很可怕？我死死掉，你知道吗？他一直问我说2:44什么意思？我说无所谓，他死了，那是神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我一直安慰他，啊，我就问他说，啊，我什么时候去看他比较方便？他跟我说，他这几天放在冰库里面，那么礼拜四的下午4:40又要移。从冰库里面移出来啊！他想，哎，怎么礼拜四下午4:40？他吓了一跳，哎，牧师怎么会这个时间呢？我靠，公公，任何时间都是怎样好时间？你知道这个弟兄身上最多拥有的时候有超过20亿的台币，跟我称兄道弟，你知道吗？很可怕不？有没有可怕？他死的时候总共负债3亿多。在几年时间都怎样都花光了。在神凡事都能，在人我们都怎样不能。我就常跟他讲说，你要敬拜神啊，弟兄啊，你看看你的祖先怎么样敬拜神，留下这么多产业给你，你知道吗？你的祖先啊，把台南市最好的土地奉献给神，那有可怕吗？太平静，有没有？有没有很有钱？然后叫他要信靠主，还没有到啦，时间一到就知道了。你说啊，时间到了吗？都还来不及悔改就怎样？不是，有没有到那里？我不知道啊。以后我上去就会看到他。说怎么因为在人怎样，不能在神怎样，凡事都能。所以我一直在想哦，今天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知道，不要让这一句话在我的生命中出现。在神凡事都能，这句话是很恐怖的，你知道吗？你不要常常跟人家讲说啊，你神要医治你，在神凡事都能，那很恐怖的。对这句话的本身的意义来讲是非常恐怖的。但是我更希望各位了解一下，一个人如果没有了解到金钱这两个字的意义，你可能活着会成为他的，你成为他的奴隶。金钱的本身叫 currency， 它是流动的，流到你那里去，然后流到哪里去？流动到我这里来，它也会上下起伏的。你看到股票是不是这样？你看到它真的是上上下下的，上上下下，它会引动你的心思，这个引动会流到他那里，你知道。你流动到你那里，你得到宝足，那从我流到你那边去的时候，你得到宝足，我就失落了。可是上升的时候我会极乐，下跌的时候我是怎样很痛苦。哦，我有一个侄儿叫做耀文，有一天呢，我忽然想到他小的时候对我很好，我常常会去买冰给我吃，我就忽然打电话给他说，耀文，我买一支股票送你，一支就好哦。啊，我给你啃嘞，三当啊，我送你。那只股票叫做耀文，你们听过吗？耀文。然后伊就甲我讲，啊，那我直接来好啊。我讲没有了，我有一天再送给你这样。3年之后，那只股票变成壁纸，大你不要呢。
我一直在关心要送给他，天天被那只捆绑，从32块进场，你知道吗？买一只得到20块的时候，我说不好意思，我再买两只补回来，你知道，一只32嘛，然后买两只的时候，三只变72嘛，除以3的话变27而已嘛，好像比较便宜嘛，对不对？得到15的时候我再买，得到10块的时候我再买，你知道到最后买了40几万，到最后怎样？大家不要抓，有没有恐怖 ？Currency 有没有恐怖？每次我钱流失掉的时候，有两种安慰。我在股市输掉2000万的时候，我对自己很安慰，我是这么样的渺小，2000万对人类来讲是那么样的小钱，安慰自己，再赚又有，你敢安慰安慰吧？2000万对很多人来讲是小数字，我这样子安慰自己，啊，面对神的时候说，神啊，求你赦免我，我把你的钱花光。你看人类有没有那种很大的矛盾在我的里面？弟兄姊妹，我还好，我一直在反省，直到有一天我就把这个东西会妨害到我的生活的东西，把它全部都怎样都砍断了，我把股票砍断了，你知道吗？我就把它完全的砍断，把我的房地产都砍断，你知道吗？哈，让它没有办法操作我的心智。我发现到我今天的丰富不是因着我的努力，是因着神的赏赐。我开始寻找我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你看看耶稣怎么教他的门徒寻找这个关系，你看一下，哎呦，27节，彼得很多的疑问，你看彼得就问他说，问耶稣说，看啊，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彼得很敢讲话，他说怎样，我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你啊，我们要得到什么？彼得其实有太太的，你知道吗？彼得有娶某，你如果读书信的时候，你就知道保罗常亏他，带着他太太让教会养活。那保罗一直说他是靠自己养活的，你知道？他们之间有一些争论。哎，你看啊，彼得说怎样呢？看呐、啊，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着什么？你看28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耶稣说，你要将来你要跟我同样做王。我今天就是跟各位讲，从几个礼拜之前我就开始讲说，你一定要做什么？做子牛，做王，有没有？我开始跟各位讲，你是神的儿女，有没有？你是王族，你是贵族，你要相信，你要开始培养这种气质，这种生活的风度，你知道吗？你要把这种概念放在你的里面。其实这几个礼拜我在跟各位讲到说，你要丰富之前一定要了解到钱的使用，钱是建造在神国的里面，钱是生活的工具，也是神国的工具，它是让你能够进入永生，也可以让你进入地狱的一个工具，有没有可怕？好，来你看看，然后耶稣怎么跟他讲？说你要将来呢，跟我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也就是说，过去的以色列12族，现在他有12个门徒，对不对？12个门徒代替了古以色列的12族。那你再看看啊，看29节，来跟我读看看，然后再大声读下来。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在古建有妻子、儿女、田地，必要得到什么百倍，并承受永生。我再读一次，我希望各位，你每次读到神的祝福那些话语呢，要大量的把它宣告出来，要把它大声的宣告，然后读出来，相信这个是非都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我回头再读28节，你在读的时候，28节，好来，你看了哈，到复兴的时候，人只要坐在做荣耀的宝座上，我们也要坐在哪里？12个宝座上审判什么？以色列12个支派，你看29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子，然后弟兄姊妹、父母、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都要得到什么百倍？我都跟神说，神啊，我要得到什么百倍？而且我要得到什么永生？而在这里的古建还有什么妻子？他把它拿掉了，很可怕。如果我很喜欢把它放上来，原来舍掉一个妻子可以得到100个妻子，这不是很快？很可怕。
我觉得这个耶稣对我们的祝福是真的。我当一个传道人，我当一个传道人，那么我看到教会的老妈妈老爸爸，我都叫他们什么，哎，阿妈，我叫他阿妈，你知道吗？叫得很亲，你知道吗？你看看有很多年轻孩子都叫我什么爸，有没有？还有叫牧师爸啊，叫我什么爸。不过他们那个写叫我爸的那个爸，每次写奶奶的时候，那个不是写爸爸的爸，他们都写拔出来的拔，很可怕的。我又有一次就问一个年轻朋友说，你怎么写那个拔？他就告诉我说，想拔更多的东西。还有一次一个给我写一个拔，是拔他撇位的拔，拔他，我说我听见给他写拔他，他说拔，我跟你说你都常开拔他撇给我，我气死了，我说我什么时候可以把他撇我呢？他说信仰是未来的事，你都把它放在现在讲，那个是把他撇。就怎么你会发现到啊，我有没有很多兄弟姊妹，当我在生活的当中，我就发现这是一个大家庭，这不是一个教会，其实它是一个家，我们彼此之间都非常的甜美，有没有？不只这样，你会得着天地的百倍，你会得着什么？永生，你会得到永生。所以你一定要相信，好，你一定要相信神所应许的东西，把它抓住。我在1998年，我在1999年损失了一些钱，到2004我最后一批钱就是被一个教会的弟兄来跟我说，牧师，我急着今天晚上要100万，那么因为我跟人家买了一个车库，马上要付款啊，你听好，我要付钱要100万啊，说你现在有100万的话可以给我，我明天还你，我100万就开给他，他不见了，最后一张支票被骗了，那是最后一张，然后从此我找不到人，有没有可怕？我就开始跟神说，神任何任何跟我借钱，从来再借不到钱，所以你们现在眼睛不要一直看我，你知道吗？那好，但是我跟说，神啊，我过去所有丧失的，求你再一次的百倍祝福我。我就常常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应许，你百倍的怎样祝福我？那么祝福到底在哪里呢？你看第30节，你一定要把30节读得很熟，你知道吗？第30节，你多看看啊。然而怎样，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耶稣的意思是这样，那在前的就以前的12族，在后的就是他的门徒。那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怎样在后？其实他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你努力奔跑的人就会赢过那些在你前面的，你知道吗？你努力奔跑，像标杆直跑，你就会赢过那个在你前面的。我今天很穷，但是我努力怕病的时候，你就赢过前面比你有钱的。耶稣的意义也在这里。我再解释一次哦，你看看到后，其实像前面在奔跑的时候，你必须要具备着两种东西，一种是信心跟勇气，你把它放在你里面。你在跑步的时候一定要有信心，而且加上勇气，不要惧怕的向前奔跑。还有加上一点，在你的专业上一定要下功夫去做一个专业人士，而且不要惧怕，你一定要跟说，神啊，我在向前奔跑的时候，我就抓着你，你给我那一份恩赐，我就抓着，靠着这一份恩赐，靠着这份信心跟努力跟勇敢，我必然得到祝福。啊，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牧师很要很专业，真的很专业。有很多人都会向牧师哭泣，你知道啊，牧师啊，我的孩子怎样，我都会怎样，要听啊，你知道吗？你要掉泪的时候，我们要也要掉下专业的眼泪。所以我受过戏剧训练，有这个好处。人家在掉泪的时候会哭泣，我在掉泪的时候都没有声音，自然就会掉下来。我读戏剧的时候这样训练的。他喜乐的时候，我要不要喜乐？大部分的人喜乐都不会打电话给我，都是苦难的时候，所以我里面有很多的物质，你知道吗？很多的伤害就在从此而来，但是也不能逃避，弟兄姊妹。所以很多人会把东西丢给我，我都要怎样？我都要接纳。引导你那破病也是我的责任，然后安息期嘛，我的责任。
喝酒，教会我好喝酒嘛，我的责任。你看，做牧师要应付很多事啊，你知道吗？要不要很专业？你看哦，有一次教会来了一个弟兄，带他太太来敬拜一次，然后呢，第二次来我跟他说一次话，第三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是在殡仪馆。第一次来了，第二次来了，第三次，然后第三次来我去殡仪馆看他，是因为他有重度忧郁症，他的女儿也重度忧郁症啊，他太太是正常的，伊就叫伊家己本身叫因太太叫因查囝，三个人跑到家庭啊海边，然后走着下去，三个人就这样跳海自杀，啊死了之后，我去为他做告别礼拜，看一个死人比较容易哦。你要一直看三个躺在那里有没有很困难？我前几要去的前一个晚上，我就一直祷告，一直呼吸，神啊，让我明天看到时候一点都不会惧怕，你知道吗？当我看到那三个人躺在殡仪馆的时候，三个棺材在那里的时候，我心中看得真的很难过，然后呢，惧怕、无奈，真的感慨，怎么一个爸爸带一个妈妈带一个女儿这样去跳海，你知道吗？啊！一次又死了三个，你怎么面对这种事？要不要专业？我还是要跟弟兄姊妹说，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唱诗歌，把这三个人送给天父，要不要？要啊！有一次我去新楼医院，教会一个姊妹就在医院传福音，告诉我说：“牧师，这些人做需要的祈祷。”我问什么人？伊讲哦，拢用这块布吼，佮用佮盖起来吼，盖起来。还讲你那个祈祷一定好诶，那个姊妹就带我去，那我就去啊病房为那个弟兄祷告，一个弟兄啊，迄个弟兄可以恭维，啊你好，我个弟兄你什么病？伊讲牧师你是伫博家掀起来一个，啊伊安尼，我讲你掀未起来，伊讲无法度，迄个妈妈，迄个所有姊妹个掀起来，哦我知讲这个肉吼拢烂去，看到啥？看到肠啊，哦。我想把它吐出来，你知道吗？那怎么办？还在深呼吸，然后装什么事情都没有，然后呢，用着慈祥的眼光看着他，然后问他说：“你需要牧师祷告吗？”他说：“他很期待，很期待我来，要不要为他祷告？”然后为他祷告的时候，他那个布子又没有布，又没有盖，那个蠕动都看得见。他又跟我说：“牧师，啊。”按在我的肚子上面，告诉各位，那个弟兄祷告以后三天之后就长出来了，这是很大的神迹的见证。三天之后就长出来，我要不要做？我真的要做。我各位一下，你如果是一个人，你如果没有勇气，没有信心。你不加上你的专业，怎么能够为他祷告？你赶快会不会跑掉？你如果没有专业，怎么去赶鬼？你看到鬼就被鬼赶了，对不对？我在一直在想啊，我前几个月，我们叫一个弟兄回北港，早上他回去北港看他妈妈，我打电话说：“哎，弟兄啊，中午要开会呢。”伊家讲：“我伫北港。”我讲：“我伫北港啊，你甲我买北港的鸭肉饭回来。”伊讲：“好好好，我知影打一间。”我讲：“啊，打一间，你敢知？大家嘛知影打一间。”然后你知道，你知道哦，他买回来的时候，打开阿爸门，从阿爸登看阮头前，那些弟兄不吃饭的那天都开始吃，一个人吃两碗，安尼好食无？啊，我有一天带你们去，我还用点太阿都爱安怎？做专业，做阿爸爱做专业吧，做专业。我去吃过好几次，进去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人排队，我就一直怀疑他的碗到底有没有洗，因为太多人吃了，看没有看到你在洗碗，碗到哪洗？我只有我看到地上都是阿骨头，你知道阿骨头？不耶，你别讲了，等下有个摊阿骨头，他都吵啊！怎么这么多人在吃？就是怎样？好吃嘛，弟兄姊妹，你如果是个基督徒，你要不要全力追求神，做一个很专业的基督徒？要不要？你有没有发现，当你一直追求神，成为神的门徒的时候，神会高升你，
你是神的儿女，神会给你智慧、智智、聪明的能力。你真的要有勇气，你变得很有勇气，变得很有信心。你敢面对明天，而且知道你明天啊，因着神的缘故，给你智慧、智智、聪明，你会做得很好。你所做的事会做得怎样？非常的专业，你会做得非常的精致。今天我就是马虎。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一个王储，是一个贵族，所以我们生活就会很马虎，能过且过啊。所以呢，我常问孩子们说：“孩子，你明天要做什么？”哇塞！我问很多年轻人，少年的你要做啥？不知道，我打电动玩具，咕咕咕咕咕。你会发现到，弟兄姊妹们，专注神。真的专注神，你一直在相信你就是神的儿女，你必然是这个时代的贵族。你要把那个气度培养出来，而且你要知道你是个贵族，要做一个专业的贵族，在你的表达上面，在你的事工上面，在你的专精上面，你要有信心跟勇气。今天耶稣要带着他的军队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要不要信心跟勇气？神是不是跟他讲说你要刚强壮胆，对不对？不要惧怕。但是我们生命中为什么充满这么多的惧怕呢？提醒各位，不要怕，神是个祝福的神。当你勇敢地面对明天，开始做你手中的工作，把它做得很好的时候，那是你要开始成为你专业的部分的经营专业部分的一个见证人的时候。我昨天看到那么多的基督徒在得奖的现场上用主祷文祷告的时候，这些人你看看有没有专业，他有没有受了很多苦。我告诉各位，演员真的不简单，不是只有叫哭就哭，叫笑就笑。我跟你讲，不然我问你一个问题，最后讲这个，不然你叫我讲讲叫我看，不然就叫讲讲叫我看，看你叫得出来吗？你看他叫也叫不成，真的不简单啊。你等于照镜照看叫讲讲，佮老卵等于叫看嘛，你再怎样你都不这叫不出来，有没有专业？哦，那再问你一个问题嘛，好，再来，那你哦，当你很遇到一个很紧张的事，又想笑的时候，很紧张又紧张，然后里面又非常的捆绑，那很惧怕的时候，那个脸你能够表达得出来吗？有没有很难？很难，真的很难。最后鼓励各位，你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怎样要在后，也期待着各位。你专注的那个祝福是永恒的基业，你要相信你所有的祝福都要用在神的国度，用在你的生活，也要用在更重要的是用在有利于这个社会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是你的儿女，是你的喜乐，是你的荣耀，是你的冠冕。主啊，我们真的要成为你所爱的，有一天我们要跟耶稣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我们真的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我相信这是个祝福，我想更大的祝福就是我们要得着百倍，承受永生。但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真的需要努力的奔跑，向神国奔跑，努力的向我们人生的目标奔跑。我们在奔跑的时候，我们需要勇气信心，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专业，好叫在我们的恩赐专业上，因着我们的信心跟勇气，我们可以跑在前面，可以跑在前面，得着神的荣耀，得着神的冠冕。神大大的祝福我们，
现在我们要把金钱奉献在你面前，求你悦纳，求你祝福。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要奉献啊，第一次到教会来的啊，请你不要介意这个事。金钱奉献在你面前，求你悦纳，也让这金钱是用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是用在整个社会的里面，也是用在整个建造文创中心的里面。求你再一次大大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姊妹，欢迎晚上有一个姊妹，一个弟兄来到我们当中，叫做黄明峰弟兄，有没有？在我们当中见他，他们害羞，欢迎他来哈。OK， 好，请坐。再次也跟你的隔壁的弟兄姊妹请安一下，好不好 ？OK， 好。请各位站起来。
大声来呐喊七声哈利路亚。愿耶稣基督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慢慢与我们同在，从此时此刻直到永永远远。 Amen。 弟兄姊妹请坐。